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3月31号，最后一天了啊，星期五，农历3月4号。好，3月初4，那么马上到清明节了，希望大家呢特别当心，在清明节之前呢要多念经啊，尤其的是祭奠亡人呢 啊一定要多念点小房子给他们啊，然后呢自己要特别当心啊，就是做什么重要事情之前呢要祷告一下，就是跟观世音菩萨祈福一下啊，然后呢希望大家在清明啊前后要特别的平平安安。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喂，师傅你好。你好。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啊。啊，师傅帮先帮几个同学问几个问题。啊。感恩师傅，辛苦了。嗯。首先就是师傅，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是上次新加坡弟子培训班上不是有那个弘法度人的手册吗？啊。那个同事们想看这个书很好嘛，可以指导我们度人。他们想问有没有电子版的。啊，已经叫他们发了，嗯，发给你们。啊，好的，好的，嗯嗯。还有就是这本书是不是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有同修梦到他刚刚从新加坡法会回来，就梦到他那个梦里在考这本书的那个内容，而且是您亲自点名考试。嗯，当然很重要，你看一下就知道。嗯，度人所责是非常重要，是很多都是菩萨讲的话。嗯，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因为上面不是有个弘法度人守则吗？我们现在不是根据上次那个师傅那个节目提示，我们也在每天在读这个弘法度人守则。每次我和先生在那个佛台前读的时候都得到很多加持。嗯，好好读，明白了吗？嗯嗯嗯，每次读都感觉都不一样，觉得非常的好，感觉这些守则写的。嗯，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上次我那个3月9号的时候，帮一个过世的同修打通过图腾电话嘛，您当时说他本来是在色界天嘛，后来是因为家人烧送锡箔纸钱嘛，然后做道场收别人钱掉到地府了，我们都听了都感觉很可惜。那个当初同修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抄上去的，很多同修和他太太对这个事情不是很清楚，有点困惑，有几个问题想师傅再开示一下，可以吗？讲吧。嗯，一个是他是有修的人，为何还会贪恋这些小钱呢？就是说他太太帮他送了800张小房子，还抵不上他家人帮他送的纸钱。我问你啊，他贪恋。我问你啊，嗯，你有修不啦？嗯。你会做错事情不啦？会。好了，还有我回答。哦。哦。是。我就讲一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听。我们澳大利亚一个。嗯，传媒大王，一个西人，这个叫这个梅朵啊，非常有名的奥运会的时候啊，坐在椅子上边上看到有一个一块钱的那个澳大利亚钢镚儿，就一个分币，他马上就笑了，捡起来了。你说他有多少钱，你告诉我好了。哦，那还是贪恋导致的这个天文数字。人家为什么一块钱还要拿？这是人的本性之一，听不懂啊？嗯，就是贪。嗯，知道了，感恩师傅。好了。嗯，是我一直没智慧。还有就是如果是就是因为家人那个借机收钱他掉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家人不是帮他摆了道场收了钱嘛，如果导致他掉下来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为何不信佛的家人做这种事情会严重影响到这个同修呢？一样是很多。嗯，我问你啊，不信佛的人会死不啦？信佛的人会死不啦？嗯，生老病死不是一样啊？众、嗯、众生平等啊！你不修心的人，嗯、你车祸死的就以为是车祸死的；你修了心的人，车祸死的你就知道这是业障所致，明白了吗？嗯，好了。嗯。那个师傅一直在强调说靠别人抄上去的亡人是根基不稳嘛，然后容易掉下来。在这个问题当中，师傅说他是毅力不够，是指的过世同学的愿力不够呢，还是根基不足业障重呢？
就是业力太重。业力太重，嗯，啊、就是宵夜还是不够，然后是啊，那个才会，嗯。好的，感恩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一个同修他在学白话佛法的时候碰到一个困惑，我们也学到这一篇的时候，我也有一点不是很理解，就是师傅在白话佛法第二次谈到修行供养的时候，说到摄受众生，摄受众生供养以及带众生苦供养，师傅也解释了，但是我们实在是不太理解，那师傅能再给我们开示一下吗？我那天晚上在博客上已经回答了，你知道吗？你们都、啊、你们都、那个、你们都不知道是师父回答的。我在三点半半夜里的时候在网上、哦、你们回答这问题都是我回答的，我没写、哦、匿名，我就写共勉，就是我写的。哦。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知道不啦？嗯，你再把前面那句第一句去帮你分析一下。嗯，讲啊，第一句是什么？摄受众生供养，就是我来替众生受苦来供养，就是所有的不好的事情自己来受，我来替众生吃苦。对啊，摄受啊，就是我替人家来、嗯、来受这个苦，这个苦的话、嗯、是不是叫供养啊？嗯嗯，供养众生对不对啊？嗯，不是说你人家来供养你，是你在供养菩萨。你比方说你替菩萨受这个苦、哦、去度人，你是不是摄受供养啊？哦，这样子。嗯，明白了吗啦？明白了。你今天被人家骂了，你还在度人，嗯、是不是你在替菩萨在摄受供养啦？你是不是在供养菩萨啦、嗯？你不是拿苹果、哦，你不是拿这个财物，你是拿自己的。嗯，这个啊、这个身体力行去度化众生，嗯、这法布施啊，这不叫供养菩萨、啊嗯，你替菩萨在做事啊，哦、这叫这是是不是叫供养啦？是的，是的。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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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再还有一个带众生苦供养，就是替带众生受苦，对，比如遇到遭遇到灾难，对啊，替救灾救难，替众生受苦。是不是也是供养菩萨？比方说人家受苦了，你去解脱他了，你去帮他解脱的时候，你是不是替他受苦了？或者你帮他拿东西啊，啊，帮他那个无微不施啊，那么人家说哎呦你像菩萨一样的，是不是你供养菩萨啦？嗯，对的对的。嗯师傅一讲我们就清楚了，不讲怎么都理解不了。我早就跟你们说了，白话佛法都很多东西都很难懂的。是的，是的，我们越学，师傅，我们学到第二次，我们就是每天都看嘛，又学到第二次，然后每天都学，就觉得每天看都不一样，怎么内容都不一样？啊，对呀、啊，你们去看好了，看到后来越来越好，我马上第十册也出来了。嗯，我们都在期待的第十册出来。嗯、还有师傅，就是有个同修在梦里问您说，这事能不能受记成，就受记佛号？师傅让他去问宝智公。他想请师傅解梦，受记佛号和到成佛还要经过多少劫，或者还需要多少缘分？这是一位同修的问题。受记的话就是比较厉害了，因为你至少是已经是菩萨境界了、嗯、才能佛才能给你受记、嗯、就是说你已经到达这个了，就实际上受记就等于就我同意你毕业了呀。嗯，听得懂了吗？就是当时那个观世音菩萨啊，他也受记、嗯、古佛也给他受记的，明白了吗？嗯，对，就是说已经承认、嗯、啊，比方说这个人还没成教授之前，一个老教授说、嗯、你已经像教授了，你我承认你是教授了、嗯、那么这个人很快就变教授了、嗯、对不对啊、嗯、一般评选教授、嗯、三个教授推荐以上啊，你论文有个专家评定小组评定、嗯、那你不就教授了吗、嗯、现在明白了吗啦？好了，嗯，好的好的，那就是说这个同修修的还是不错的，是以后有机会成就这个受记佛。那肯定的。嗯嗯，好好好，感恩师傅。比方说、那个、师傅说你、嗯、你这个弟子我看你已经像菩萨了，其实也是一种受记啊、嗯、只不过这种非正式的受记、哦、如果正式的受记有一个仪式的，
正式是没有，有个书面形式。对，有一个仪式的，这个仪式一般的是、嗯、啊，比方说要到你的师父啊，要圆寂啦。和涅槃啦、嗯、之前啦、嗯、他给你一手机门、嗯、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以后能够到他身边了。嗯，听懂不啦？好，听他懂了。不能随便受记的，受记一定要是自己自己本身，这个人一定要是佛性充满。嗯，否则不行的、嗯、不是乱来的，很多人乱来根本没用的。对的对的。好啦。嗯，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日本同学的问题，他想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核辐射的事情。他们说就是听说日本福岛核电站核辐射很难控制嘛，还一直在污染海水。他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像他们这种在就是在日本修行的同修，他怎样才能避免核辐射对他们的伤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你去看看日本当年杀了多少中国人啊，侵略。嗯，侵略中国，杀业这么重，他怎么会没天灾人祸啊、嗯、你开玩笑、嗯、对不对啊、嗯、这种东西嘛，保护好自己啊，好好念经啊，菩萨会给你加持的、嗯、好了。嗯，就是好好修，菩萨都会保佑的啊。对呀、啊。嗯，叫他们不要这么担心这个事情就是。担心有什么用啊？嗯，人担心能解决问题不啦？嗯。好了。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开示。请问师傅，那个梦见扫地，以前您开示过是消业障，但是我有时扫的就是土是黄色的，有时候扫的黑色的，这个有什么差异吗？这是一个师兄的问题，他想请黑色的就是大业障，他在消除。哦，黄色的就业障比较少了。嗯、那他主要是消除是什么样的业障呢？因为是扫地嘛，都是扫地嘛，大的业障嘛，就是他过去啊，动了坏脑筋啊。邪淫啊，炼财啊、嗯，啊，杀生啊，这些嘛都是黑的呀。哦。黄色是什么？口业呀、啊嗯，造谣啊，嗯、诽谤啊。嗯、然后嘛，挑拨离间呐、啊，两舌呀、啊，恶口呀、啊，那、嗯、骂人嘛就是啊，明白吗？好的，嗯，好的，好的。啊。嗯，师傅您不讲吗？真的不知道，就知道扫地掉叶子。做佛这要师傅干嘛？你这自己自学成才了。有师傅真好。嗯、您那段时间出去不在家，我们天天都想着您。我先生整天说，师傅什么时候回来呀？听不到师傅的声音，好难过呀。我们现在都离不开你了，师傅。嗯，离不开观世音菩萨、嗯，跟师傅一样，师傅离不开观世音菩萨。嗯，对的，对的，对的。还有一个师傅，我想请教一下，等一下，嗯。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们平时供那个其他菩萨的水嘛？你以前开始说那个喝不完可以倒掉是吧？那个有的同学他舍不得倒，他用来洗脸，这样可以吗？洗脸？哎，师傅，这么一小碗怎么洗啊？他放在盆里，他攒了好久，然后就用来洗脸。他跟我们说了之后，分享了之后，说他洗脸皮肤变好了。我先生就感觉这个事情不太好，他就做梦了。梦里他就问你这个问题，您说不行，不能用来洗脸。你现在不是很有智慧啊？其实呢，其实如果你脸上有各个坑坑的话，你拿大杯水啊，在脸上拿个棉花拍拍弄弄都会好的。因为你跟平时的人间的污水放在一起，它里边不会起作用。嗯，明白了吗？嗯，好了。对对对。嗯。好好，感恩师傅。嗯，还有师傅，就是梦见考地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修行方向有点迷失了才会考地理呢？哦，考地理。嗯。嗯，考试是吧？考试是。对，梦见考地理。对啊，有点道理。嗯。你们现在有点会意梦了。因为梦里考。嗯。考试说是因为没有背诵好多内容，所以没考好，所以后面就梦见就是方向有点就是找不到方向，就是感觉是修心的方向找不到了那种感觉。那就不要迷失啊、嗯、很多人自以为自己很能干，很容易迷失的。嗯，对，没师傅的孩子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没老师一样，你怎么上课啊？嗯，对的。嗯，哪本书你自己看得懂不啦？好了。嗯，对的，别说别的了，就看您白话佛法，您不讲我们都看不懂好多东西。对呀、啊，白话佛法就白的嘞，有的讲的嘞太透彻了，还看不懂，好吧？对的。嗯，真的是我们的根基还有悟性都太差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好好修要、嗯。那天做梦见我跟一个
跟那个老师走，一边走我就问那个老师，是个英语老师，我就问他了，我说老师，我说我白话佛法都很多不能理解，我怎么去做呢，我都不理解。然后后边都有很多同学就说，不理解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就好了嘛，干嘛要理解。对呀、啊、先做、嗯、先执行后理解、嗯、就像小时候，小时候小妈妈说，孩子啊，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妈妈为什么要洗手啊、嗯、你先洗，等到他大了、嗯、他会不知道洗手的好处啊。好了，对对，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还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智慧，我们就理解不了师父这么说。但是我们照着师父做，肯定不会错的。对了，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前两天梦见他有人提醒他是有鼻咽癌，然后他就赶紧取了108张小房子，放生3000条鱼。后来又梦见一条灰色的大蛇咬了他的咽喉一口，而且出血了。是不是这个鼻咽癌跟这个大蛇灰色的大蛇有关系啊？是吧？对对对，一点不错。嗯，要当心了，鼻咽癌肯定会有。嗯嗯嗯，他这样许愿就是108张，他行3000条鱼应该可以的吧？108遍礼佛，他要念礼佛哦。开什么玩笑？嗯，知道自己要生癌症了，赶快念礼佛。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吃杀吃活的东西或者是杀业有关关系吧。对。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开示。有关一个就是师父，就是我和先生的问题，就是我们那个以前就是结过婚之后想要孩子嘛，啊，后来就是在去年6月份底的时候，就参加香港法会之前，我就梦见观世音菩萨就送子观音送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给我。后来那个参加吉隆坡法会去年年底的时候，梦见师父又送了一个小男孩给我，但是我们又没有怀上嘛。后面就有同修说你们这个要孩子愿力不够，我们就后来许了愿，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要到嘛。后来那个我们就想不想要孩子了，想夫妻清修，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法度人，一起修成嘛。我们新加坡法会回来，那个法会上我们就许了清修了，许愿清修了。但是回来之后呢，其他同修一直梦见我们俩有孩子，而且是两个男孩。师父您开示一下，是不是我们命中就是有这两个孩子？对呀、啊。然后因为我们许愿清修了，现在应该怎么来化解这个事情呢？清修嘛就清修了，清修嘛也很好啊。像你们有境界的话、嗯、清修嘛，这两个孩子慢慢在你这里投胎不了的话嘛，再慢慢看看其他地方、嗯、他也会去投胎的呀。 嗯， 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要继续念小房子？你功德越大，这两个孩子投胎投到人家家里越好。哦，好的。另外这两个孩子如果本来命根当中属于你们家的、嗯、你不让他到人间来、嗯、那么他会到其他的地方从人家家里出来，很正常。嗯，明白吗？那我们就是因为好，那我们就多多努力，多做功德，好好修。哎，随缘啦。嗯，真的。嗯，你们有孩子嘛就有债主子，没有孩子连上辈子不欠债也不还债。哪个孩子不是要么就来还债、嗯、要么就要债的，对不对、啊、对的对的。嗯，我们觉得现在跟着师父一起修，每天能够去度人，然后去还弘法，我们觉得很开心，很那个平安，心里很满足、啊、就不再想要孩子了、嗯、然后我觉得跟着师父一起修这是最大的愿望了。你讲老实话，你生个孩子出来吗？这我问你，你人生觉得苦不啦？到今天苦，太苦了。好了，你想让你还想让你最亲爱的再出来再受跟你一样的苦啊、嗯、是的是的。孩子出来，孩子出来不苦啊？跟你一样啊。苦。好了、嗯、苦。很多人自己已经苦得来臭要死了，还不停的生，生出来跟妈妈爸爸一起苦。有的人穷人、嗯、越是穷人生的孩子7个8个的，生出来大家饭都没吃。嗯，钱没有，你把他生出来干嘛？生出来让他痛苦啊，让你自己更痛苦，不知道的。嗯嗯，好了。我们也是想着生了孩子之后，我们念经啊、弘法度人这方面会有很多条件会限制，所以我们想着。请记住，这是师父对你这个境界修得高的人讲的，对一般的佛友、嗯、我不会劝他们不生的，对不对啊、嗯、你说按照人间来讲，你结婚生子那是正常的嘛、嗯、那是应该的嘛。对对，你境界修了高了、嗯、那就不一样、嗯、我现在跟你是境界高的人讲的、嗯、明白了吗？嗯，明白明白。
知道师傅的苦心，感恩您，感恩你。嗯，我们会努力的。嗯，还有师傅就是我弟弟的一个梦境，那个他今年是36岁，本命官，本命年嘛。我在1月份的时候就梦见他好像在水里游泳的时候，然后无意中就撞了一个东西，就梦里就走了。然后后面有个就是梦里后面有个师兄帮我打通了师傅电话，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师傅您梦里就说啊，他不好好修被收走了。然后我当时还挺紧张的，醒了之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他了，我就告诉他做什么功课，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后来那个过了就前两天我又做梦，梦见好像是他梦里死了2次。然后我妈也跟我说他梦里死了2次，而且还告诉我死了之后他会投胎到我侄女那个以后当我侄女的女儿。师傅是不是我弟这个灾蛮大的？师傅蛮大的。嗯，那他今年正好是本命年，又是36岁，死掉嘛就死掉了，不修的人嘛死掉嘛就死掉了。嗯，要修的呀。他修就是修的不上我们这么精进，他不行的呀，做基本的功课。嗯，你说说看对不对呀？嗯，你做一件事情做得不够精进，就叫没做。嗯，你一样做了，你不够精进做不好，那就等于做不好。嗯，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把它做好的，没做好，那么最后还是结局就是不好呀。嗯，好了。那师傅您看这样的话，我应该让他念，你怎么念小房子，做放生啊，还是要渡人呀，就是怎么样做哪些方面的努力呢？都要做。都要做是吧？ 嗯， 嗯，好的好的。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官提示他挺大的，因为我是心里有点担心的，所以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嗯，他本来至少本来应该36岁要走的。嗯，他那个我1月份做那个梦应该是前世的一个梦，他前世就这样，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做，就是碰到一个灾就走掉了。走掉了，嗯。嗯，昨天我们因为我们电台里的播音员他们有的是也不是信的嘛，对不对啊？嗯，专业播音员。嗯，我们有一个播音员就是的。嗯，他的一个妹妹也不叫姐姐嘛。嗯，那天晚上跟他说。嗯，哦，妹妹跟他打电话。嗯，说姐姐啊，我人不舒服啊。 嗯， 嗯，结果第二天就走掉了。这么困。哎。嗯，人命无常的呀。嗯，所以他现在要。嗯，要那个。所以我告诉你，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嗯，哎，不谈了，没什么好讲。嗯，不相信的人嘛，就自找苦吃呀。好了。对的，他相信就相信，我觉得他不像我们这么永远的相信或者纯尽信，就是那种干净。相的不够，相信的不够彻底。对呀，你别说了。嗯。有的修了很长时间的人都对自己修所修的东西都没有尽心。对的，是这样的。啊，遇到困难就开始退缩，然后就转换，就会觉得怀疑。我觉得怀疑呀。啊，这种人没有出息的。嗯，上不去。对的。好了。嗯嗯，好，师傅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上次我跟您说过我先生那个名字嘛，我们在网上查了3个名字，您看可以那个帮能不能帮选一下吗？一个是郭信红，一个是郭信云，一个是郭家红，他是87年的兔。当中那个吧。郭信云吗？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郭信云一样的。嗯，很幸运。幸运幸运。 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他最近状态不是太好，一直就是魂魄跟不齐似的，我在叫帮他叫魂。嗯，好吧。 嗯， 嗯，好，感恩师傅，预祝您那个雅加达还有那个槟城法会一切顺利圆满。嗯，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我们会好好修，感恩师傅。好。嗯，你多对他体贴一点。嗯，嗯，我知道，啊，我错了，我老欺负他。清修并不是说啊，并不是说完全就是说不理不睬的。嗯，还是感情上还是要对他干净一点。嗯，只是要给他一些安慰。嗯，多一些安慰。嗯，明白吗？他工作上最近遇到一些障碍，我一直。你这个嘴巴太厉害，你客人客的太厉害。嗯，我知道错了，师傅错了，我一直是不好的。再见再见。嗯，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喂。喂。喂。哎哎，师傅你好。你好。请问现在听得清楚了吗？你先说说看吧。啊，我忙先。啊，好的好的。师傅是这样的，就是
首先跟师父分享一位就是弟子，有一位弟子在澳门法会期间，就是您的法身带他到心灵净土去了，然后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就是这位弟子他当晚呢躺在那个床上，然后脑海里回忆着今天师父的开示和这几天的种种，然后想着师父弘法真的是不容易，然后师父的开示法音一直缭绕在他的脑海，突然他眼前出现一雾散去后，就发现自己到了不缭绕的竹林里面，然后很多同修在里面念经，弟子也一边在念大悲咒一边往里面走，然后想师父应该也在里面看看师父，然后就进到一间房间，没看见师父，但是听到了师父的声音，师父对弟子讲话，讲了很多开示，是用文言文讲的，很高深难懂，而且还显化在地上，是像梵文一样一圈一圈的字围绕成一个法轮，一边旋转一边闪着金光，像藏传佛教里面的咒轮一样。然后师父传授完开示后，就把弟子拉到半空，说要带弟子说要带着弟子逛一逛，然后就问弟子地狱去不去啊，带你到地狱看看。话音刚落，就听到了地狱传来的惨叫声，地上还慢慢开了个小洞，弟子连忙说地狱太吓人了，我受不了，绝对不去。然后师父就哈哈哈大笑，师父说您还是带我到天上逛逛吧。师父说好，那你要去哪个天呀？弟子想了想说去心灵净土吧，很想知道那里是啥样的。师父说那就去心灵净土。然后弟子高兴的法喜充满，连声感恩师父，这个感恩的声音响彻天际，非常非常的洪亮，伴随着师父的笑声，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心灵净土。到了心灵净土后，一开始啥都没有，弟子奇怪问师父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师父说急什么，我还在规划呢。然后大手一挥，瞬间从云端开始变化出山河般小桥流水，然后各种房屋、冰舍、园林、寺院，还有各种游乐场，都显化得太快。喂喂喂喂喂喂喂！从大手一挥，重新开始讲。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然后大手一挥，瞬间从云端开始变化出山河大地、小桥流水，然后是各种房屋、精舍、园林、庭院，还有各种游乐场，因为显化的太快了，而且整个世界还是一边旋转一边显化，弟子都来不及看。等到全部显化完后，弟子在天空俯瞰整个心灵净土，整个净土是中式园林风格的，小桥流水，院落交错，鸟语花香，精致典雅，各种屋舍台步都是非常玄妙，就像超大升级版的大观园。净土中心还有讲经堂，建筑非常的宏大，在各种景观河流旁都散落着一些两至三层的房子，知道这些房子都是给将来到心灵净土的同修住的，一间房子就是一户人家，像人间的别墅一样。然后师父问我说怎么样规划的，哈哈，是啊，但是弟子就开始小心思，想着以后到了天上以后弟子住哪里，就开始选房子，看中一个靠河的房子，很漂亮，院子也很大，各种漂亮的花草，河水清澈见底。但是弟子意念一动，师父就说了这房子已经有主吧，然后就指给我看，这间那间好几间都已经有主了，都是人间现在弘法修行精进的弟子，在心灵净土已经有他的房子帮他留好了。然后我还在目不暇接的看来看去，等等，师父说 这些房子啊，一个个像别墅一样已经有主了，在人间修行修得好的人在天上已经都有这种房子了。说下去啊。啊，对了，然后弟子还在目不暇接的看来看去，因为天上的情景实在是太殊胜了，就兴奋过头就给激动醒了。
然后就这个兴奋过度，就是激动醒过来了。现在你问问题吧。嗯。师傅就是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每个净土在天上每个净土这个风格都不一样。像西方极乐世界是就是黄金地琉璃宝渠，然后作为弟子分享的西方那个心灵净土是中式园林风格的，想问一下师傅，这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个有什么来决定的？很简单，第一，你心中有什么，你就这位在天上有什么。那么这个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对不对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心中让我们铸造成这么一个心灵家园、心灵宝地，那么我们就跟着观世音菩萨住进去，明白了吗？哦，明白了。你到时候再去看看当年观世音菩萨妙善公主那个年代，你去看看那个房子，肯定像的。好了，我只能点到为止。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都想要往生心灵净土的话，是机缘成熟他会自然往生呢，还是要在临终的时候要特地的祈求一下观世音菩萨才能去到心灵净土呢？想到心灵净土的人当然拼命的念经了，一门精进啊。我问你啊，你已经在人间，你已经在心灵净土了，你一直一直修修修到最后圆聚的话，你上去你当然是心灵净土啊，明白了吗？你在人间这个修修那个修修，你到底到哪里啊？你就像这个人间一样的呀，你到底想住哪里？那你总会要自己有个目标吧。嗯，好了。那问一下师傅，请问师傅，就是心灵净土，就是修心灵法门的修往生心灵净土，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实际上要观世音菩萨，你可以叫观世音菩萨的。可以叫南京菩萨，叫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等到以后师父，你们可以叫师父都可以的。好的，南师父。我告诉你，超大版的大观园，漂亮的那庭园都没有一尘不染，没有灰尘的，我就告诉你。对的，对的，就是那位弟子分享说，那个天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典雅，就天上没灰尘的这种云雾缭绕，像天境一样。因为天上没有灰尘的呀，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师傅。那如果说就是家人往进过的话，就是以后就是和然后也可以和师傅一起到处弘法，比如四方的。重新讲。哦，不好意思。就是如果说有同修发愿生净土了以后，那以后在往生心灵净土了以后，那以后在天上是不是就是等于和师父住在一起，然后还可以和师父一起到时候弘法云游四方呢？是啊，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要记住啦，你就算在心灵净土的话，你不一定跟师父经常在一起的，就像你们现在很多我们佛友在澳大利亚，他不一定能够见得到师父的，听得懂吗？但是至少可以跟师父去云游啊。对不对啊？其实在天上这个家也是虚拟的，是一个感觉，明白了吗？可以到处飞的。要回家也快得不得了，一念一到人就到家了，明白了吗？好的。又唱歌了，又开始唱歌了，我已经听到心灵净土的歌声了，就你这个歌声了。太法喜了。师父就是如果说就是到了心灵净土以后，那他如果说要去其他净土的话，比如说去极乐世界啊，或我也是一念一动就可以去到的，对吗？对啊，一样的呀。在人间你要到其他国家去，你要办护照，对不对啊？但是你在心灵净土的话，你要到其他地方去，
你要什么？没有什么的，明白吗？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等于到了心灵净土，基本上也就等于是脱离六道了呢？是啊，早就肯定了，心灵净土嘛，肯定就是脱离六道的呀。我问你，观世音菩萨在哪个道了？你能够跟着观世音菩萨学吗？你就是脱离六道了呀，这还不懂啊？听到没？听得懂不啦？跟你打电话打得来累的嘞。哎呀，鸟语花香都出来了。鸟语花香啊！你没有信号的话，直播间的听得像鸟语花香。感恩师傅，因为我前面现在换的是普通的线，现在的确大陆打到澳洲，它这个线路都不是太好。师傅还有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就是要想往生心灵净土的话，此人一生必须要做到哪几点呢？比如说必须要持哪些戒律？或者要做到哪些才能五戒啊？五戒啊，最起码了。嗯，持五戒，一辈子精进修行。嗯，对不对啊？嗯，一辈子好好努力，对不对啊？嗯，好啦，就是这样。一门的修行法，一生不能推懒，这样的话。对啊，我所以跟你说，其实当年佛陀佛法里面讲到一门精进是什么，其实就是说各个法门都能到一个目的地，但是希望你坐船不就坐船坐到底，坐飞机不就坐飞机坐到底，你不要坐船坐那个这个，你到最后一事无成，你跟不上的，你就是这个搭到那一班，那一班搭到那一班，都辛苦的不得了，你就坐在一个地方慢慢的一直跟着走，你不容易走差错，听得懂了吗？嗯，好的，感恩师傅开始然后这个就另外想请师傅给就是、好了，这声音实在受不了声音实在太厉害了。师傅就是再解一个梦就啊，讲吧又好了啊，不好意思，发神经，就是有个3岁的孩子嘛，他出生一周后检出先天性心脏有问题，然后呢，之前师傅已经给他看过图腾了然后呢，他就是到现在为止，总共给他烧了1700多张小房子，放生近40000条鱼，然后这个同时，这个法会期间。就参加法会做梦梦到师父嘛，然后梦里面呢就是他就是这女儿的父亲就是问师父他女儿是否心脏要做手术，因为现实当中医生告诉他就是手术必须要在3周岁之前做掉，如果不做的话怕影响孩子的最佳治疗时间，然后同修和师父说完女儿的情况以后，就看师父一言不发默默的流泪，然后梦就醒了，就这位同学就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含义，是这个手术一定要去做吗？还是有其他什么？很苦啊，就这个孩子可能要做手术啊，因为看到、就是手术逃不掉，还是逃不掉，因为师父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做手术，心里很难过，会流泪啊，就是说这么小就开始承受业报了呀。哦，好的好的，那师傅他这个情况的话，这个小孩子他父亲必须要帮他多少小房子，听不到师傅，就是让他孩子这个就是一定要做手术，还要大概烧多少小房子多少。好了不要讲了，唱完了结束了，好吧，不要影响人家了，听了都烦了，不行了，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大糊涂了，不要用网络了，以后你找打普通电话嘛就好了，拜拜。啊，叽里哇啦的影响，这种电话不行的话，不听话不要讲。喂，喂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卢台长啊。是。你怎么打的？我有些问题想问你。请讲。我在去年十二月，那个，你在马来西亚的法会的时候，我梦到你在梦中跟我教我密宗佛法。什么佛法？密宗佛法。什么什么宗啊？我听不懂。密宗啊？对不起，我听到很小声。不是什么宗，我没听到。密宗啊？密宗佛法。好，就教你密宗佛法。对。然后你教我之后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在空中被。我听着呢，你讲下去啊。然后我们两个在空中飞，然后你跟我说，这是美国，这是一块净土。这有什么意思吗？说这是美国，这是什么？在后面就是说这个上面是净土啊。上面你说这块，你跟我一起在天上飞，然后你说这个。这块地是块净土，是块净土。这块地是个净土，然后说是美国。这有什么意思吗？这个什么意思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块净土的。这可能你上辈子跟美国有点缘分。跟美国有点缘分。啊，你说如果我要发展的话，或者我要宣扬佛法，我必须去美国吗？不一定的。你跟美国有缘分的话，你可能有些亲戚在美国不啦？朋友，亲戚朋友在美国的话，多度度他们，因为每一个地方天界上面它都有一个缘分。比如澳大利亚的上面也有块净土。每个国家啊，比方说有福报的，在中国这上面也有净土，都一样的，明白了吗？只是你跟美国这个净土比较接近。可能你上辈子有一次做过美国人，或者生活在美国过，就这样。OK， 了解。这样还有，我刚刚在一年半，差不多两年前，我接触圣音法门的时候，然后你一直来到我的梦里，你跟我说，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然后叫我好好修，这是什么意思吗？菩萨呀，菩萨下来救人的呀，救得来自己稀里糊涂了呀。救得来自己都找不到家了。是啊，我也觉得。你觉得了。然后 ,OK,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从小就觉得我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然后我有点感觉说我有可能是天上下来的。然后我是初一出世的。对呀、啊。刚刚你结了几次婚了？不好意思，我直接问你，你结了几次婚了？还没有。还没有是吧？谈过几个女朋友啊？两个。两个。嗯。我告诉你，不要把自己的福报用完。下来信誓旦旦要来度化众生的，成愿再来，最后连人间的福报用完，回天都回不去。对，我了解。你了解，不要再耗费自己的福德了，听不懂啊？了解了解。然后我在我的那个头皮的后面有一个就是胎记，就是这有没有代表说是跟天上有关系的，跟你说了有关系的，我已经跟你讲了，成愿再来，你看你现在好不啦 ？OK。你现在不好的话，你说你这个菩萨不是把你的福德用了差不多啦？对啊，我也是感觉到。感觉到，喝酒吧？喝过酒吗？什么？喝酒吗？很少，以前有，现在完全没有了。很少，有可能一年只喝一两次吧。现在还是啊？没有，现在没喝。
而且我接触心灵法门之前已经吃了全素。嗯，赶快啦！为什么菩萨过去跟我讲说多带一些菩萨回天？我这个真的搞不懂啊！现在我才知道，像你们这些都是回不了天的菩萨，把你们要带回去，听不懂啊？了解。好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念心经的时候，我们祈求说除了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加南无舍利佛吗？因为我觉得我加了舍利佛的话，那个效果会稍微比较好一点。你做梦做到过舍利佛不啦？没有，只是说我感觉我跟舍利佛会稍微比较有点缘分。嗯，你最好打个电话让我看一下图腾，我看看你上辈子是不是跟舍利佛有缘分。 OK 可以，但这要看图腾吧。嗯，要看图腾了，我帮你看了，已经真的有缘分了，麻烦了，你讲吧，你就求舍利佛吧。好好，可以，你可以加的。对对，这样以后我就打了。你不许。不是啊，已经帮你看了，一点智慧都没有，不许跟女人多接触，听不懂啊？听清楚。喂。什么？我不许跟女人接触太多。好，了解了解。听不懂啊？我懂，我懂。自己长得庄严像，现在变得坏像了呀。小时候长得多好啊，现在长得呢，身上的这个体毛都多得不得了。要像动物快了，我告诉你。不会吧？哼，你看看你变成胡子长得多新啊。那只是说稍一点点吧。你不要这样，我告诉你，你想回去的话，你就必须断淫欲，听不懂啊？嗯。不断淫欲的话，你惨了，我告诉你。你不要这样，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说的很清楚的，你抵赖都没有用的，我都看得到。我刚刚帮你看图腾，我什么都看见了。你看到什么，师傅？看到你个女人呐。哦，那是以前的事吗？以前的，犯邪淫犯得很厉害啊。邪淫很厉害。对呀。这几年还好吧？还好吧。你指的邪淫是哪一方面？你跟女朋友做这种事情不叫邪淫啊？你跟人家结婚了吧？是啊，可是。好了，没结婚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啊？嗯。还做菩萨了？做菩萨会像你们这么脏啊？了解了解。你还回天啊？你看看你现在事业顺利不顺利的？想都不要讲的，我会改的，要改的，没有人像台长这么在讲你的，我告诉你，去听骗假话的人，全世界都是，谁会在骂你啊？谁会来讲你啊？从小的时候，只有爸爸妈妈会讲你，除了工作单位，谁会讲你不好啊？讲你不好被你骂，被你嫉妒啊，跟你搞啊，听得懂了吗？嗯。听得懂，听得懂。好了，好吧，结束。就你要多少讲？好好的念礼佛。嗯，听得懂吗？好的，听得懂。好，再见，再见。嗯，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师傅好。你好。哎，师傅。啊。喂，师傅。哎，你好。我想帮同学问个问题。讲吧。嗯。有师兄发心帮新同修制作佛台，刚开始的时候是免费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需要佛台的同修越来越多，发心的师兄在经济上和时间上开始承受不住了，就让同修自备材料，只帮免费加工。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需要佛台的同修越来越广，延伸到了其他的城市，
这样的话外地同修买材料就很不方便，于是发心的师兄就跟材料老板谈好价格，然后让同修将材料费直接打给材料老板，发心的师兄再拿回来进行加工制作，请师父开示这样做如法吗？只要他不练财都如法。他只要练财了就不如法，听得懂了吗？那这个是用发现的信用，他就跟材料老板谈价格，这个事情谈价格里边不能拿钱，你今天说是做功德的，你一分钱都不能拿。明白吗？好好好，如果他开个饭店，你可以正常的收取费用，你今天是发心帮人家做佛台，不是赚小钱，你一分钱都不能拿，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好，谢谢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好，师傅，谢谢。师傅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喂。喂。请讲。师傅你好。你好。师傅，哎呦，我的菩萨真的太菩萨太灵了，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刚刚好我家里有点事，我也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么办。哎呦，菩萨太慈悲了，师傅，我真的没修好，我真的要感恩菩萨。师傅，每次我有家里有什么事的话，都能打通电话。师傅，真的太感恩你了。哎呦，我现在好，谢谢观世音菩萨就好了。观世音菩萨真的大慈悲了，真的太慈悲了。好了，讲吧讲吧。因为呢，最近呢，我的先生呢，就一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一直就逼着我卖房子，然后呢，你房子又不卖，他说我现在没钱，他现在就生意不好，又失业的，就家里一直就吃老本，那我就知道我们家里业障要消，我就拼命就念小房子，我就一年下来我都没停过，每天都是4点多起来念到一整天都在念，除了接小孩所有时间都在念小房子。然后他开始就反对，但是后来我就给他念姐姐咒，化解冤结小房子就好很多。然后我也打了几次师傅的电话，师傅也教了我些方法，然后我就坚持就做下来。然后他最近就一直跟我吵，要我卖房子，我说卖房子不是卖菜卖衣服，你说卖什么卖？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有业障，哪里可能让你卖？哎呦，师傅，你说我怎么办？他说我没钱了，我就最多挨到4月份，没钱了，你要卖房子，你告诉我怎么办？我也不敢跟他讲。首先，你看看他，你暗中看看他有没有赌博的现象，他过去赌过没有？没，他没有这个习惯。好，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出去玩女人的习惯？有。好，有没有感觉他外面有女人？我感觉应该有，但是我不敢肯定。好，师傅。好，要注意了。家里，那我应该怎么？家里过得去的，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要卖房子了，就是那个女的要钱了，听得懂吗？哦，那我应该怎么做，师傅？应该怎么做？很简单，第一不卖。卖房子就是卖你的命啊，你跟他两个人生活一辈子，就这么点积蓄买了一个房子，那你把房子卖了，你住在哪里啊？我们房子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租来的，然后我那套房子呢是在国内，现在我是租给别人的。他说要卖国内的房子。对对对。对不对啊？对。那很简单咯，这个房子卖掉的话，钱是归他还是归你啦？他就说我要生活。好了，我那么为什么他要问你啊？是不是你有权利不卖的话，他就不能卖是吧？对对对。那么你不就不要卖？你说卖了房子，我一点钱都没了，你哪一天把我蹬了，我怎么办？你跟他说我要饭去啊？就跟他这么讲。
你说这是我的命根子，不能卖。嗯。你说你一个男人出去自己打工找钱去，我吃面包、嗯、喝牛奶我也能活。对，师傅，我就这么简单。嗯。他在跟你搞，他打你找警察，就这么简单。嗯、像这种男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天天跟你吵着要卖房子，一定不是正常的男人。正常的男人有理智的话，不会跟老婆吵，要跟老婆商量。对，因为怎么解决问题困难嘛。对，还没到这情况，他账也不给你看，每天花多少钱也不知道。对对对，师傅说太对了，就是这样子。好了，师傅了，师傅要是做法官的话，也是个大法官。哎呦，师傅，真的，我真的太感恩菩萨，太感恩。理都不要理他，度过这个难关，嗯、一边念经一边装傻，就不卖。对，我就念经，我也不跟他吵，我也不搭话。不要跟他吵，他敢打你，马上叫警察把他抓起来。好了。师傅，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开了，我就是没学法门之前，我已经看开了哈。但是我就想，我老公，因为我觉得我们反正也是缘分，不管恶缘善缘都好，都是缘分，我也不可能看着他倒霉，看着他死。然后我就说，他真的有困难的话，我拿钱，我很多年以前我已经拿过钱帮过他。记住了，但、嗯、慈悲，那是对善良人的。啊、嗯。对恶人的话，会对你造成伤害的，他就不是慈悲的对象。护法神也慈悲。嗯，但是为什么对恶人要惩罚？嗯，观世音菩萨看见恶人也只能掉眼泪，听得懂吗？对呀，听得懂。并不是说今天把蛇这个把蛇弄醒了，放在胸口被它咬，不是这个概念，听得懂了吗？嗯，我无所谓，师傅，我说如果他真要坚持卖房子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他是说要房子卖，你如果不听我的话，那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会，我听师傅的。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就这么点财产了。对对对。你也像你这种人，又不是出家，你要么索性就不要，你就出家吧。可是孩子还小，师傅。好了，那你这个房子说无所谓，你在我面前做什么好人呐？不，我你装什么？装什么善良啊？哎呦呦，我无所谓，哎，咱把房子弄去，你跟你儿子这么小去喝西北风去啊？你脑子没有的。好了。那怎么办？他一直逼着我，也很怕，我怕他。怕他，他只要不打你就可以了，让他去骂好了。我因为我家里供着菩萨，我要怕他等下家家恶口怎样，我们供业，我很害怕，师父，你知道吗？不是供业，就跟菩萨说，哦、他的业障他自己背。哦、供什么业啊？哦，师傅，哎呦，我真的是，喝了吧，有什么好害怕的？人人都会死、嗯，你是往天上走，他是往下面跑。我一直很想他也念经吧，反正现在好了好了，你就念经。有缘分的救得了，没有缘分救不了。就是你今天不好好修，连你都没缘分，明白了吗？师傅，真的菩萨，我跟菩萨忏悔。跟菩萨唱的，跟师傅唱的，我没修好，我前几天还在过马路的时候闯了红灯，也稀里糊涂。那天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个人呢就晕晕乎乎的，然后就前面明明站着警察，我还闯红灯，结果被警察抓了。我说哎呀，我说对不起，警察叔叔，我说对不起，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他说你给我站住，那我就回来了。他说那、哎、你怎么这么过马路？怎样怎样？那我开始我都是好好的跟他讲，然后他说要罚钱，我说好，那你罚吧。但是他就故意，我说警察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我刚刚也是因为有急事，应该是糊涂了，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别罚我钱？因为我现在家里也是有点困难，都快申请那个救济金了。我说没办法。然后他就很大声的，很大声的骂，你现在就是因为什么怎样怎样，说了大堆，我被他搞糊涂了，我也跟他顶嘴了，师傅，我跟菩萨忏悔，这个菩萨，我回来我马上。我那气消了以后，我马上就跪在佛台跟菩萨忏悔了，然后菩萨也梦里给我两次提示了，师父，你说菩萨多灵啊！你说菩萨多可怜，像你们这些，像你们这些人，整天的是整天的在做人间事情，一会儿做错事情，一会儿跟菩萨说菩萨要慈悲你，哎呀，没有智慧！我告诉你，走到今天这一步，跟你没有不是没有关系的。你的业障很重、嗯、听得懂吗？
好，师傅，我听你的。好了好了，我们开示一下吧，我好好念。不知道。师傅，继续好好念经。嗯，然后我还有，我，你可以跟我调一下功课吗，师傅？没时间了，好好继续念礼佛。哦。念到你老公改变主意。我告诉你，我知道，跟你老公们好起来的时候嘛，骨头轻得不得了，所以被他看不起啊。这女人嘛就是这样，哦、明白了吗？有时候，啊、他也有时候他也挺可怜，为这个家也是很辛苦在工作，你知道吗？师傅，去工作，叫他去工作，没什么可怜的。他把自己赚来的钱，他如果外面有女人的话，他可怜不啦？可怜、啊，师傅，你知道吗？哦，你是大慈大悲了。好了。继续吧，继续，你的大慈大悲陪带着儿子去要饭去了吧，你房子给他卖掉吧，去做吧，不要听我的了，我不对的，不是那么容易卖的，师傅。好了，你是属于精神错乱型的，好好的念礼佛念心经。好了，嗯，师傅，我应该怎样给我开示？我应该怎样？我都犯毛病。我跟你讲到现在你还知道怎么样啊？我刚刚跟你讲到现在你没听到啊？听到，少讲话，多念经，好好忏悔。好了，自己去解决吧。谢谢师傅。好了，把我的录音听多听几遍就可以了。再见。好，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嗯，感恩菩萨、嗯。大家现在知道没智慧的人了吧？嗯。人间糊涂人太多了。哎呀，不是喝酒是酒醉呀、啊，啊。喂，一醉方休啊，糊涂脑、啊。对不起，师傅。哎，我没生你说你，我在吟诗呢、请讲。师傅你好。嗯。帮公修主问几个问题哈、哦。嗯。第一个问题就是，帮助别人设佛台，是否一定要许愿吃全素？最好必须。嗯。哦，这样子，原来那一些没许愿全素，但帮助别人设佛台的师兄没有关系，他以他的功德消掉他的业障，白设好了。哦，这样子。好，那如果没有许愿全数师兄参与设佛台，是否会影响佛台的气场呢？参与设佛台没关系，不要让他动手弄。他身上散发出那种肉腥味，菩萨都不会来的，佛台设了菩萨都不会来了。他可以参与帮助，没关系。哦。哦哦。对不起，就是没有许愿吃全素的师兄，最好是只能帮助做其他事情，比如啊插花、绑水果等都没有问题。对，菩萨不要动。不要叫他去动菩萨、哦、好了。好的，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些就是关于有关东方台发出的通告嘛，再确认一下，是不是以后观音堂上头香金观音堂和金观音堂和协助佛友们设佛台开始点香拜佛时，就一律不要拍照。只要人家在插香，人家在前面，你去跑到佛台对着人家跪着来拍，你帮所有的磕头的人背业，而且不礼貌，而且菩萨不喜欢，听得懂了吗？嗯，听得懂。不许，师父讲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好了。最近的开示有讲到可以从侧面或者是后方拍照。少拍，佛堂里边少拍照。如果真的要拍的话，是从后面朝前面拍，可以的。哦，好了。好的，感恩师傅开始。侧面都少拍，因为侧面的话，人家跪着朝前面，你这么拍人家不礼貌。哦。会让人家散分心，而且你不是菩萨，你不能接受别人跪拜。你只要这角度让人家在跪拜，你就帮人家背业，听得懂了吗？嗯，好的，感恩师父开示。什么玩笑啊！嗯嗯。有人传给师父一张照片，
人家在磕头，他跑到佛台前面冲着人家磕头的人拍照片，这个人有的背业了，我可以告诉你要生癌症的。哇，在美国，这张照片我看到是在美国。哦，这样，嗯，好了，这个最近供修组都在就是在问这些问题。好了，给大家跟你讲过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开示。然后还有一些师兄嘛，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发心帮佛友设好佛台，一般义工们会把佛台设置也拍作参考的样本，就是这样是否如理如法？听不懂。就是他们设好佛台后，义工们会把佛台的设置也拍作参考样本，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这没关系的。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好的，大致上就是关于设佛台。嗯。然后帮同修解一个梦。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哈，声音跟他说身边有很大的魔，然后画面一转就梦见了前世天上的场景，他的哥哥在欲界天，然后他哥哥修道比较好，要去无色界天了。他的哥哥前世天上的哥哥穿着金色的衣服来找他，对他说去了无色界天就差不多能超脱六道了。然后跟师父讲的一样不啦？跟师父讲的一样不啦？一样一样，就是同修。然后同修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对同修说，他能超脱六道的秘诀就是能够克制欲望，遇到再喜欢的人都不去在一起，不碰这个姻缘。然后同修想问看师父，是就是说同修前世的哥哥说他身边有一个大魔是什么意思？大魔是什么？色魔，叫他不要去碰任何欲望，碰感情他就能超脱六道。这个秘诀什么秘诀啊？不去淫荡，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听得懂了吗？是的，是。好了，男女都是这样，一个人一邪淫，马上心不正就邪，邪了之后就完了，明白了吗？是的，明白。所以万恶淫为首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都不能淫，明白了吗？是的。淫荡之人果报现前。好了，很多人都做不到。做不到，越是做不到的事情越是要做到，你就成菩萨了。做不到了，下流胚做不到，就叫听不懂啊。是的。最肮脏的地方最喜欢，这不是动物啊，这不叫畜生做的事情啊。对哟，师父您上次有跟我说过嘛，好像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通灵人，他们的灵魂可以出来跟我们的肉身发生邪淫之事。你那天只是这样跟我说了，过后过了几天，我就梦见有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看见了不啦？就恶心不啦？然后我正恶心，然后我就针对这件事情快点跟菩萨忏悔嘛。当天我没有错，应该是念了49遍礼佛忏悔，就针对这件事情来忏悔。自己想想啦。谁最喜欢最肮脏的地方啦？那不就畜生啊？苍蝇最喜欢粪便边上。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最喜欢这种肮脏的地方，你说这是一个人，这不是一个畜生行为啊？是的。好了。而且他们很像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吸我们的气。对啦，影响我们。你这是讲的第二步，以后我会讲给你们听。男女做事情的时候吸精血，人会很快就会倒下来的，很快就会死掉，很多人很快就会倒霉。因为当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实际上他身上也是有邪魔，这个邪魔会让这个女人死掉的以后，所以很多女人为了这个男人就死掉了。
当一个女人非常需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她找到一个男的，她跟人家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男的就被她精血吸尽。你这款好了，很多妖魔地下的鬼，那些女鬼，她为什么？她就吸你的精气啊！你去看，整天沉迷在酒色之中的男人，哪个气色好的？哪个有运气的？你去看看多少贪官不是为女色倒下来的？好了。好啦。对呀，师傅，最近我发现自己有一些毛病哈，就是感觉好像很入世啊，看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把一件事情可能看得太过偏差，好像一个人，好像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有做错一点事情，但是我们就会把它看到很偏很偏，过后感觉自己好像修偏了，这就叫走偏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的。做错事情，不要把它看到最坏。如果你把它看到最坏，你就是走偏差了。这个人还是有救的嘛。好像我们平时都要有危机意识，对吗？好像看事情都要有两面，有要看正的，也是要看不好的。看两面的。那叫正视，如果看一面的话那叫偏视，如果把人家看成正能量的都是好的，看不到人家缺点的那叫正视，听得懂了吗？把人家看成都是坏的那叫偏视，不懂啊？哦，正视跟偏视，跟危机意识有差别吗？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实际上就是忧郁症。什么叫危机意识？哦，这样其实太多危机意识都不好，对吧？对啊，一个小孩子如果整天有危机意识，这孩子长得大不啦？为什么小孩子天真无邪啦？你整天把社会上人都看成坏人，那你还怎么做人呢？学会吃亏啊，但是不要吃大亏。你笑嘻嘻的不把人家看成坏人，并不代表你是个傻子啊，听得懂吗？好了，听得懂。感恩师父开始，感恩师父开始，太好了。感恩您，今天再见，准备开始。再见，谢谢你，拜拜。Hello， 是台长吗？他又来了。听到台长声音了，不要挂电话，声音台长。很快要挂电话了，你再乱讲就挂电话了。台长，屁敏感是，如果我都得到屁敏感，要念多少小房子，他才会显不好呢？叫鼻敏感，不叫屁敏感，鼻敏感。鼻敏感啊，听得懂吗？听得懂，要念多少小房子呢？有的念了，那是业障病。业障病啊，至少要过几千，要几千张呢？啊，不知道，要看图腾的，很多张的，啊，像你这种要6000张，好多多啊！啊，好多啊！台长，如果功课加那个赌气成就，会不会用掉我的功德呢？不会，不会的，不变多少变这种那种变才不会扣掉功德才不会扣掉呢？一直念。不做坏事不会掉功德，一做坏事意念一邪，身体做了坏事，嘴巴讲了坏话，就会漏功德，明白了吗？明白了。财长帮我解几个梦，我梦到我的十个那脚趾流血，是什么意思呢？你的这十个脚趾都流血了？啊！哎呦，你不要再乱走了，你最近不要出去乱跑啊！不好乱跑了。哎，你最近跑的事情都会不顺利的。哦，明白了，是。台长没有什么关系。台长吧，我梦到我法师看到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认识的，他被警察抓了，两次他叫他第二次他叫他进那个铁笼，那个笼子里面铁的，他叫他进去锁在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谁钉在铁笼子里啊？
啊，没有认识的，我看多巴士的时候看到一个认识的，他爹爹他抓了，他叫他进那个笼子，啊，那个养鸡的没有鸡咬的，他叫他进去，手都啊，那记住了，这有一个人修的不好，以后要变畜生道。哦，他没有修，没有，他没有修清法门的。对呀、啊，这进做错很多事情，啊、像鸡关在笼子里一样。嗯、哦，他好像有讲这种台长这种话，他有时候有讲。你看了吧？啊、我告诉你，你去诽谤好了，诽谤嘛进、哦、进鸡笼呀。嗯。啊。他不听啊。没办法，不听有什么办法？台长，明白。哎，刚才最后一个梦，我太太，我每次好像做梦梦到我在赌场赌钱，多输钱，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你上辈子。上辈子是一个很有钱的小开，赌钱，赌输了，这辈子来做，这辈子来做穷人了。是的，嗯，你呀，你有一个眼睛啊，你有一个眼睛长得很好看的，双眼皮，还有一个眼睛有点单眼皮。没有啊，我两个是双眼皮的啊。呵呵，你去看看那个。有一个单眼皮啊，大家搞清楚。是我的眼睛还是你的眼睛啊？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你讲我上辈子是有钱，你好像那时候你讲我上辈子是一个女的，输的不好。对呀、啊啊，那是你两辈子了，有一辈子有一辈子的。哦，人很多辈子的哦，大家。哎，台长。讲一下，我是纪小班，我开始底细。什么？什么叫开始底细啊？开始底细，我帮我讲一下，我是纪小开始底细，让我修得好一点。也是我感觉到自己好像修得不好，太多毛病了。毛病有了之后，要自己要感觉，觉才能开悟，不觉就不能开悟，明白了吗？所以叫觉悟。好了。好。没有什么问题问了，感恩台长，再见啊、哦！谢谢你，谢谢你。哎，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喂，那个我是那黄鼠狼。黄鼠狼又来了。不是跟菩萨沟通了吗？菩萨咋说的呀？黄鼠狼又来了。你不说你跟菩萨沟通过了吗？菩萨咋说的呀？你没看见护法神来过啊？没有，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啊？上次拉了你一下脚，你没感觉啊？我没感觉，我看不见的呀，不知道啊，没有啊。要命了！你现在黄鼠狼，你现在眼睛看得见吗？看不见，看不见。哎呦，你现在在他身上多久了？跟了他二十来年了，能讲话半年多了。嗯，那现在他给你念了几张了啦？嗯，我不让他念。你不让他念，你就走不掉。那玩意我不会使，也没有用。没有用，不是给你用的，是给你消业障的。你让他念了之后，地府帮你替他结账，结了之后还给你。你才能离开他，你一直不让他念，你怎么离开啊？那菩萨咋说的呀？菩萨就是叫你还债啊，就是叫他把债还完你呀、啊。你不让他还债，那你怎么菩萨怎么来救你，不让你解脱啊？你讲给我听啊。那些小房子都在我手上呢呀。怪不得的，你赶快啊。小房子了，你小房子赶快要交给地府的。我咋交我也不会呀。你现在他烧给你的小房子你都存着？都在我身上呢呀，我也不会使啊，咋整啊？到了一定数量你就会了。他现在分量不够，你现在这小房子我问你啊，你在你身上你觉得舒服一点不啦？我啥感觉都没有，再说我说话，你也不那个，我说话都不靠谱，你知道哪句真是哪句假？你问问菩萨，我到底真拿假拿呀？你哪句话？你是王鼠狼，你讲话自己不靠谱呀？
我拿不拿你也不知道，再说我说我拿了你相信不？我可以告诉你，你六百多张房小房子为什么不让他念完了？那玩意儿，我是畜生嘛，我不喜欢那样的嘎巴人念经嘛，我整天控制他想让他想自杀嘛。啊，你让他自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啦？那你说，那菩萨啥时候能把我抓走呀？菩萨咋说的呀？啥时候派阎王来呀？因为他欠你太多呀。这个债你不让他还完，菩萨怎么把你弄走啊？他又不欠我的，是他爹把我杀的，又不是他把我杀的呀。那不管呢，他命理当中你他有欠你的呀，所以你才盯着他的呀。那菩萨说没说啥时候能把我整走啊？还要240张。关键那别人念的房子靠谱吗？靠的，他现在帮你念的还可以的呀。我没让他念。哎、你没让他念，你要让他念的。倒数三，拿到小房子，三没办法。二一，那我让他跟你说两句呗。师兄啊，我现在心灵法门什么感应都没有了，公门考也没有了，你的法身也弄不着了。护法人也不搞事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是谁啊？你是谁啊？我是他本人，方正奎儿。师傅，你自己的业障这么重，你怎么办呢？师傅，他整天控制我想自杀，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你自己真的业障太重啊！你方正奎，你自己想想，你把一个黄鼠狼精弄成这样，你有没有业障啊？我父亲伤的。你呀、啊，你咬咬牙呀、啊，还得念呢。你不念怎么办呢？他整天睡到10点钟，然后睡醒了，整天让我想不该自杀。然后醒了之后，他觉得无聊，就看电视。他看电视，我用心里默念，一天最多能念出一张，而有时一天让你啥心情有念都念不了。你求观世音菩萨吧。你觉得观世音菩萨，你说要么你只能这样了，你就这么讲啊，你说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把黄鼠狼请走啊，你只能这样啊。我现在那个他连上香都不让我上，有时我上了香之后连上香的仪式都不让我念，香插上之后就上那屋看电视去，然后就整天这个样子。你所以你自己知道了，欠人家的要还的呀。所以师父、我想问一下，我命根当中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他不让我念解决不了的话，他是一辈子这样子，还是说我命根当中会有什么时间段他送命道时会把他带走，有这样的你能帮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 你记住我一句话，你把业还完了他就会走了。问题是他不让我还也还不了，在命根当中啊，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解决。你有兄弟姐妹吗？爸爸妈妈有吗？我不信的，没办法的，师傅。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不啦？我有父亲，但是我姐姐她不信，我渡不了他们。那你自己只能吃苦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有的人就是这个命的，有的人欠业障欠的太重，所以连菩萨都救不了，明白了吗？师父，弟子犯了该知错了吧？对不起您呐。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在人间哭，你还没到地狱去哭呢。你去到地狱去看，那些人哭的比你还惨呢。你要知道他们做人，你要知道他们在做坏事的时候，他们多凶狠呐。害人。师父，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自杀了，我能有何好去处吗？很难的。你要是真的走掉的话，自杀的话，你也只能先下去吃苦头，把你的业消掉。所以你现在无论如何，你不停的要跟他沟通啊，你要跟他讲啊，你要叫他原谅啊，不管他怎么不承认，你要跟他原谅。要取得他的原谅，我告诉你，他不让你念的话，你最后死路一条。
听得懂吗？就相当于很多，因为师父过去看到很多灵性，他就是为了要这个人死，他就卡住他的喉咙，不让他吃东西，这个人喉咙就生食道癌，然后吃不下东西，慢慢就这么死掉了。你也是一样哦，你明白了吗？他天天叫你走，你要跟他讲，因为中国人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呢，你现在要取得他的原谅啊，因为你这的确是欠他的，他现在不说你欠他，他现在就不要你的命了，明白了吗？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我只能等死呗，是不是？你自己想想吧，世界上很多事情到了地狱也就到地狱了，一些人死掉也就死掉了，所以这就是缘分。所以我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要利用1%的机会，也要争取100%的希望，所以尽量努力吧。这个也是对众生的教育，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做坏事，让你们看看方东奎是怎么受苦的，还敢不敢做坏事？明白吗？师父，我想说两句表法的事情。这段时间，黄汝郎从那个尼斯的法会出来之后，领着我找各种各样同龄人，又去青岛，又去北京，又去青海、西宁、活佛，什么人都见了。那些还有道士、道长，全都，我不敢说他们是骗人，但是他们真的全都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还收钱。师傅，钱真的，心灵法门，你现在知道就好了。心灵法门什么钱都不要，在救人。你要是求其他的法门，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就是靠你自己要有智慧，不断的要去跟黄鼠狼沟通，请他祈求他的原谅，找任何时间，再难过也得念礼佛，明白吗？一天偶尔晚上能让我念个3遍，而且念的时候他在心里写的，然后我在那念，然后心都不成，都没办法用一个诚真心去念经。你现在是人间的地狱在哭诉，我告诉你，师父跟着菩萨到地狱去看着那些人，不是像你这么哭的，我告诉你，鬼哭狼嚎，痛苦的来，简直就是说根本哭都哭不出声音这种。我可以告诉你，人就是这么不见棺材不掉泪，真的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做恶事做坏事。你想想你做的坏事，你今天遭受的这个果报，对不对呀？如果是我今世做的坏事受这个果报，我非常开心。你说我告诉你，但是我希望能有个办法去解决，然后没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你，到了地狱里，你现在在人间地狱，到了地狱里边谁都救不了了，没有办法。就像一个人判刑了到了监狱里，谁能把他救出来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造业，不要做坏事，明白吗？师父，弟子犯了鬼，对不起你，偶尔对你的话有怀疑。我告诉你，有好几个人就是这样的，对师父的话有怀疑，而且绑诽谤师父，到最后就是跟你这个结果一样，已经有好几个了。有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有的在自己的家人身上，所以不要去绑佛。你可以不信不相信，但是不要去诽谤人家，听得懂吗？如今我大家师父，你永远是我师父。你好好努力吧，好吧，你不要再这么难过了，多求观世音菩萨。个人因果，不要再杀生了，真的有果报的。我父亲打了一只黄鼠狼抱在我身上，让我生不如死。你现在知道了，你父亲打死的黄鼠狼抱在你身上，因为你是你父亲的最爱嘛，然后你自己本身也有业障，所以他才能到你身上，明白了吗？师父，观世音菩萨曾说我在人间，不是有一次我梦中是对观菩萨说，我第一个任务完成，第二任务弘扬佛法度人众生，我命根当中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好了，好吧，不要讲的太多了，自己好好的修吧。
是吧？自己好好的修吧，尽量能够解脱一点痛苦吧。跟观世音菩萨好好讲嘛，天天讲。师父。师父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那个师父就是那个梦中总跟我说一定要相信你的师父，否则我就完了，两个法师跟我这么说的。还有一次梦中跟我说说我是老爷子转世，通过烧小房子做功德能好吗？他们说能好。我现在师父您的意思说我继续结缘，对吧？我自己念，或者再继续结缘240章的话，我知道还要再念240章吧。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法师都知道他们救不了你，只能靠你的师父救你，但是师父现在告诉你，你的业障太重，现在你最好的方法就求观世音菩萨，师父会给你再帮观世音菩萨求一求，但是问题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你如果连小房子他都不给你念，那你不就死定了，明白了吗？师父，我想多一句，告诉心灵法门的所有信众，不用再走我的路。我方正国见过的大仙，在沈阳那边有个叫四行四教什么字的，那书记有30-40家大仙，我所有大仙全走遍了。而且长春、吉林、长春、农安，还有那个各个地方的大仙也好，神婆也好，啊，那你自己没有一个本人能解决这种啊，那你自己活该了。我说只有心灵法门，不要再走我方正国的路。你自己找了太多的仙了、神了，这你走错路了，你真的。好了，这黄鼠狼领我去找他，要不那些人把他灭了，结果谁也灭不了的。哎，不要再去找东城人，没有一个人能解决了问题。好了，好吧，时间到了啊、好好跟求观世音菩萨啊、好了，师父，你是不是会吃错了？吃错了就吃错了就晚了，很多事情，好吗？好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还死不了的。好了，瘦点吧，活瘦一点吧，好吧。好了，师父，活瘦了啊、再见了，再见了，再见，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